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50集。我出差了几天，今天回来的话呢，给大家分享一款比较简单的小玩具，官方的这个金蝶收藏系列的翼龙啊，翼手龙。那么这是一款 Deluxe 等级的玩具，在台湾的话呢，它的标准的原价是台币899，但是你在现在的网络上呢是不可能找到这个价格的，它已经涨到了 Voyage Class 的原价，大概1400块钱左右。那为什么会这么贵呢？主要还是供货量少吧，然后这个人物的玩具推出的好像也不是很多，那造成说主要我觉得还是供货少了，导致于说它的价格能够涨那么高。那它的话的各位应该如果你眼尖一点应该能够看得出来，它是使用了过去一样是 Kingdom 系的这个王国这款神鹰或叫飞剑的模具。那如果说拿这个模具的话呢，本身加上这一款翼手龙的话呢，它一共用了三个，那这一款原模的话呢，绝对是表现最好的，它胜过后面改色的这个天欧，也比这个翼手龙要好的很多。首先是关节的表现呢，这一次它可以说是整体都是偏松的。那翅膀的话呢，甚至这一边呢，我手上这一款这一边这个翅膀是比较容易去松脱的。你看我稍微转几下，你看它已经摇摇欲坠，已经快要掉出来了啊。然后它的一个卡扣，我觉得也是设计上是比较奇葩一点啊。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凹啊，那这个地方它跟它却没有凸结合啊，看上去好像后面是有一个凸，但其实你怎么扣呢？我这样子去推啊，我根本推不到位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没有变到位还是怎么样，反正我个人是扣不到那个地方啊。然后它的这里的话呢，则是有一个背部这个地方，你看它做出一个 L 型的一个凹槽，对应边这里有一个 L 型的一个凸。啊，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要刻意为之，就是说用这两个去把它给抵住。那其实作用我觉得也不是很大，不是很大。那主要我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是原本的这个神鹰啊，这一款模具你看一下，它这个地方，它的背部啊，它这里有两个洞啊，那对应边这里是两个凸啊，它可以很明确的呢，在人形跟兽形的时候去做一个卡扣的一个结合，然后它附带的是两枚的一个飞弹。而我们这一款这个Talasso 还是有一把枪，那这个枪扣的位置呢，按照说明书的一个扣法的话是在这里啊，或者你要扣在这里也可以啊，就是放在等于是腋下的感觉啊，或者你要扣这边也是可以，那只有一把就感觉就比较奇怪一点。那它的关节的松弛的话呢，还表现在它这个脚踝啊，这个玩具的主人呢是塞了一些卫生纸在里头，把它增加一些阻力啊，这个脚踝的话是比较弱一点，甚至它的背包呢变形成人的时候背包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呢就是站立上啊，有时候你真的还需要稍微去控制一下。那么兽形下的可动的话，这个脖子是比较有趣的，可以前后动啊，然后嘴巴还可以张到非常的大啊，然后这个嘴巴的这个黄色是涂装上去啊，所以玩的时候小心指甲不要把它给刮掉漆了。内部舌头、牙齿有一些刻画，眼珠子的话呢，是涂装点上去，但是看上去还蛮凶恶的了啊。身上也有一些兽类的这个膜的这个感觉，还有一些像是鳞片的位置啊，这个触感摸上去还算舒服啊。然后有一个手爪，这个爪子生物感做的就还蛮可以的了。那么腿部的话，这可动跟原本的这个飞剑啊什么都是一样的。那头部这个地方你按下来的时候呢，后面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缺口。翅膀的话呢，最大的话呢完全展开啊，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尺一定的一个大小，把它给完全张开给各位对比一下啊。这是它的一个翅膀的部分，然后这个则是神鹰啊，整个完全张开其实是几乎是要完全一样。如果你要看最长的一个部分几乎是一样的。那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啊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模具，想要享受这个模具的话呢，这个神鹰这一款绝对是比较优秀，而且人家还是女生耶，对不对？没有理由不买，对吧？然后这一款翼手龙的话呢，在人物设定上有点像是 G1 的 Starscream 啊，也是一个反骨的家伙。那最后就是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金蝶收藏系列里头啊，都会附送的这一块部件。那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啊。由于基础模具的话呢是比较优秀的啊，所以它的变形来讲还是有蛮高的一个享受程度的。把这个锁扣呢从大腿内侧解开之后，把整个脚的话先拉直，背后的尾巴呢往上面推，然后可以
那你看吧，我就说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各位看到了，这个反正这块部件很容易掉啊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腿部呢大腿这个外摆内收做一个旋转，然后把这个人的时候是斜肩啊，要朝前面啊，原本的是兽爪转到后面去啊，那腿部就变形 OK 了啊。再来，我们把这个手臂啊从内部啊翻折出来就可以了。以及呢，它的胸口呢，因为跟原本的神鹰不太一样，神鹰是没有这一块的啊，女生没有胸甲的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一款的话呢，则是多了这块胸甲之后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个地方去推它这个头出来，所以你可能就是要从下方这样子把它给稍微抵一下，把这个头呢往上面推一点点啊，才能够方便我们的把它这个头呢给抠出来啊。当然，如果你直接从上面能把它给揪出来，那我也是没有关系的啊，小心不要就故意刚开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部件往下压下来，那整个部件的话呢，就算锁扣到位了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的原本后方的这块凸啊，这个时候就有用处了，就把它扣到这个缝里头去啊，就往上面前面一压，这个部件尾巴往下压就可以了。再来的话呢，它这个头啊是要翻折180度之后呢，整节往下面啊压下来。那么它背后的翅膀的话，它因为有这个好几处的转折，那只有以这一处是做打90度的啊，就是你推上来之后，你这个部分呢，这个都是要打正的。然后的话，只有最后一个关节啊，才是把它折90度。照说明书的变法的话，它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当然你可以完全照你喜欢的方式来变形啊，也是无所谓的啊。它的用意应该只是说呢，把这两片翅膀尽量往中间做一个集中啊，它的目的应该是这样子而已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这一款这个翼龙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然后呢，相信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家伙头雕可以说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我觉得还原度算是很高的。这个非常帅，有一点这个领袖之证里头那个吉岛的一个感觉吧，又是红色的头盔，然后一抹奸笑。你看这个头雕是真的是真心好看，但是玩具本身的这个表现啊，这个松弛啊什么的，确实是一个影响。你看这个背包比较重啊，然后这个脚踝关节比较松的话呢，有时候是真的是会往后倒的。那整个一个背包状态给各位看一下啊，从正上方来看就是这么大，然后黄色的这个鸟嘴在后面，尾巴啊，整体造型也算是好看啦，但是就是关节松一点，不过这个都可以改善啊。如果说你真的很缺这个人物的话呢，其实你真的要入也是可以，但是价格你就自己衡量一下，因为它现在价格涨得比较凶。那基本的可动就裙甲、腰转啊、手臂360度的转动、外摆内收啊，其实都还算是表现不算太差的 Deluxe 等级。它的弱点还是就是关节偏松，价格涨比较高。那我们对比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原本的这个模具神鹰啊，神鹰的话还是最好看的，我个人觉得。但是这个家伙赢在这个头雕啊，头雕给他这个实在是加分加的太多了啊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